鹿港镇鹿秀社区大厦目前当地鹿港图书艺文中心举办110年度春季静态成果展，成品拢真水哦，嘛来展现学员这学期以来所学习的成果甲收获。目标是个编辑、书法、村啊、绘定的原作品，这挂拢是鹿秀社区大厦学生这学期所学习到的成果。这个吼、哦、面具跟村啊会一个结合，会当讲咱过去早期，咱这村啊会是一个传统，象征一些福气的村啊会。但是透过老师学员的一些巧思，能够把它变成一个面具，透过这些花能够呈现说它的一个艺术之美。所以这回吼，针对这些作品吼，会当讲伫现场吼，啊，安尼来突破吼，咱过去这村啊会这工艺，会当讲吼融入现代的一个工艺艺术。鹿秀社区大厦每年都会来推出春秋两季静态成果展，作品一年比一年丰富精彩。透过老师的指导，学员的作品水准拢真高，也来感受到大家努力甲用心。鹿港镇长柯志宏也欢迎大家来图书艺文中心欣赏。会当讲咱这社区大学吼，是即马现在啊，咱这社会上吼啊，能够终身一个学习的一个机构，尤其在我们彰化县吼有。七处哈啊的一个社区大学，那各个分支在哈每个乡镇的一个据点，那尤其啊嘛安尼当讲吼，啊受到地方的这个资源甲需求，吼啊来安尼做一寡些课程的安排，尤其是咱陆秀哈啊社区大学，会当讲吼针对啊咱地方的一寡艺文，吼啊是这美术，还是那个工艺，啊是现代的一些创作哈，啊伊开很多的一些课程，尤其哈啊今仔伫咱这個。图书艺文中心买单公司啊，咱这社区大学一个春季的哈静态的一个成果展，也当讲咱家啊一年比一年哈，这个哈展出的哈作品哦啊更加丰富。鹿秀社区大厦希望借由成果展的方式，除了吸引更加侪在地民众了解社区大厦的理念，以及做伙家己中心学习行列，也希望学员会当将所学的课程应用伫日常生活当中，让生活更加丰富充实。中华新闻林桂英，鹿港采访报道。